米湿地旅客服务中心提供了，在预计在九月份呢，我们要开始收费。然后我们收费的部分，大人是100块，那12岁以下是60块。那我们提供了导览服务，然后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消费的一个折扣，是我们未来九月以后规划的一个走向。